好，来。哦。那峰啊，那三姐啊，你准备参加好聆听呢？好，我们请这位。啊，没关系。香港分会的教练来陪你体验一下。不会打你的，不会打你，体验而已啊，不会打你的，你放心。喂，不打他，不打他，不打他。OK， 不打他，不打他，不打他。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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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事啊？哎，红了，红了。哎，我叫你不要打，不要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其实没必要这样。对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没事的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咏春拳有一句话就是出手不留情，留情不出手。不好意思，为了让你更好